也是有跳街舞。好，说到跳舞，我们就要跳起来喽！破掉，要轻轻的。有海，有路，刚才飞机飞过去，空，路海空都结合在这里了。为什么这里叫做房东的咖啡店？因为这里呢，白天呢是咖啡馆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是旅客休息的地方，就是我阿嬷的。哇，你阿嬷好 fashion 哦！博物馆里面都是放着你阿嬷，真的是你阿嬷的衣服，对，一个不错的概念。主要这个原理啊，就是透过这样垂染之后，把植物叶片的汁液，然后覆盖在这个布上面。只要我们稍微拼凑一下，然后有稍微排列，它的感觉就很不一样。累了是不是？很累，好累。要我帮你？来，这个植物的那个手作啊，垂染，它可以练臂力。哦，好。不要这么大力，弦外声音。好，不要这么大力。悄悄的说，佳佳，准备揭晓，有没有复？耶，有啦，颜色上去了。你看蝶豆花出来，好美哦。好像它的蝶豆花的叶子也是很漂亮。降下去的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放着，然后你就用力插进去。哇，这真的差了一点点。哎，不简单呢。用力给它。我的刀子不要断了。好可爱，我的刀子不要断了。那这整个从山上眺望下去的风景以外，你还可以赏飞机哦。哇，你看这整桌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这里的食物很厉害？你看这个，色彩缤纷就算，你看这整桌澎湃的呢。你看，你有发现吗？它装冰的容器是什么？凤梨。是凤梨耶，他把一半的凤梨这样挖空，全部切一半挖空，拿来装满满的芒果，然后番茄，然后还有葡萄，加上糖粉，料非常的多哎。这边使用的天使红虾，好，因为它天使红虾其实有分很多等级的，这边用的是最大是 L1 的那一种，哇，我先拿一只给你。就像赛车界的 F1 是最高等级一样。哇，这个也太大尾了吧！它是不是跟我脸差不多大？一样小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姜姜。姜姜。完整的虾，我来吃哦。好，你吃。飞啊飞啊！你又飞上来了。在水里游泳，在水里游泳，我在游泳，我这一只虾是不是很甜？